请坐下。8, 一六八，一路花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一六八，若富有人劳虑永断，得法界净，即彼净劫为自障碍，故以圆觉而不自在。 此名凡夫随顺觉性，那么这是实性位。这一段的意思是他懂得放下外境，按内心觉得自己是清净的。这外境是垢心。 找一个静。被静，被这个清净的观念所束缚，就是觉得自己心清净，就找在这个静的，就变成啊、呃、束缚。我们的本本源本觉，它是本净的，呃，不是有任何的造作让它变成清净。这一段是讲实性位。 若复有人，如果有人呢，劳虑永断。这个劳虑呢，就是呃分别心的一种念虑啊，对于千差万别的沉静的法啊，哎，有一点点觉察了，得法界净，哦，得到了法界心境。 啊，劳力就够嘛？哎，法界心净是静，即比净解，这对呀，自己哎有点功夫了，啊，哎、呃，自己觉得心清净了，比别人哎呀好一点了，哎、呃，有进步了，即比净解，把这个啊静的观念起这个解，啊，起这个结就。 我解开了，够我心清净，解，那么心变成身，一个执着在比境的境界，细心一静，啊，就是被静观念所束缚，为自障碍。做为什么叫做为自障碍？为什么不叫为外障碍？ 圆觉经讲的就是两个，一个是四心分别，一个是智慧究竟，就四跟智，所以它没有心外的东西。这圆觉自信讲的，都是你内心的世界在变化，外在的沉静是空无自信的。 啊，所以叫做自障碍。这句话还有更长远的含义，就是说，所有的修行，只有你自己会障碍你自己。法界的侧身相位触法，六根、六尘、六事，所有的障碍都来自一颗四心分别的心、妄想的心、妄执的心。 与净无关，但是你必须过缘起的日子，所以这个事啊，仍然在分别这个沉静的时候，哎，现在发现了一点点够不对，嗯，我心呢、啊、清净。 又被清净的观念所铸造，这个仍然是四心分别，为自障碍。这句话的含义就是，跟别人没有关系，你自心起这个障碍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所以为自障碍故，故以远简对于如来的大。 大圆觉的清净自信的境界呢？呃，不自在，仍然不得寂自在，因为细心一静啊，此名凡夫随顺觉性。凡夫就是这仍然是三界内的，哎、呃，见识或未断。 啊，随顺就是说，只是随顺着如来开始的大圆接性的方向正确，哎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知道，呃，成是够的，那有想要让心清净，虽然啊还没有办法达到如来的本圆、本觉、本净，哎，不错。 你还想让心清净，方向正确，呃、啊，这个叫做随顺觉性。你这个方向是正确的。好，我们再把它贯穿一下。啊，若复有人了达啊，这个。 万祸本来就空寂，这些纷纷扰扰的劳虑呢，也懂得放下。哎，得到了法寂静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再求任何外境，得法界的心清净。即便境界对心这个清净呢，很爱念，所以变成静。本来是要彻底解脱本静，他却。 铸造在这个境，认为有一点功夫，为自障碍，这、就是在境起这个解心生爱早，比境的境界就变成为自己障碍。所以，对于如来的大圆觉啊、本圆、本觉、本境呢，哎、呃，仍然不得自在。 啊，虽然不得自在呢，不过方向正确，方向正确。啊，取名凡夫，为什么凡夫呢？他不求再更进一步，不能更进一步，所以不能自在啊！啊，像佛一样，任运啊，啊，而没有任何的增减。 简单讲啊，方向正确，但却心生爱着于对镜，且这个结，呃、啊，着了这个境。啊一百六十九页，善男子，一切菩萨见解为爱。虽断。 解爱由助见觉，觉爱为爱而不自在，此名菩萨未入地者随顺觉性。未入地讲的就是实住、实行、石回向三贤位。 说善男子，一切菩萨啊，见解为爱啊，一切菩萨虽然断了啊这个劳力，也能够知道这个分别心啊。 不对，哎，且前面那一段且着一个境，啊，这个着于什么？着于智，我有能观智，前面是所观的境界，哎，觉得有点功夫，且着境，啊，现在呢，见解啊，为爱见解，这个见啊，就是能观。 智能观智，哎，变成自己认为哎，我有智慧，事实上也是一种障碍，见解为爱。哎，虽然断了这个境界，虽然断了这个境界。 前面那个清净的观念断了，由住见觉啊，又执着在这个能观的这个智之觉，也就是哦，我能有智慧觉悟了啊，不能住着在这个净里面。 所以这个见觉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能观智之觉，前面凿镜，这里凿智，这贯穿一下说：善男子、一切菩萨认为啊啊，见解为爱，啊，见到清净，执着清净，这是一种障碍。虽然断了这个清净。 啊，之解的障碍，但是却变成了铸造于自己的能观的智慧之觉。对，我能观之，这就找一个智。这个能观智之觉啊，也成为一种缘结的大障碍，能所不断吗？所以而于大缘结而不自在。 此名菩萨未入出地以前的三贤位啊，随顺觉性，就说啊，只是功夫加深了一点，比前面好，只是随顺的啊，呃，如来哎的这个觉性。 随顺而已，但是不到究竟，而到究竟的本源、本境本觉，是要任运自在，啊，不能啊有任何的半点能所。所以你只要有能所，就不能侵入圆觉自性。整段的意思是说，善男子。 一切菩萨见解为爱，这指的是前面看到清净住着净，这、就是一种障碍。虽然也断了前面住着境界的一种障碍，可是呢，哎，又反过来，哎呀，又住着能断的这个智慧，助着在能观照能断的这个智慧的觉，能观智也变成一种障碍，这个觉。 啊，能观智之觉也变成一种圆觉的障碍，而以大圆觉不自在。啊，此名啊，菩萨呀，未入地者啊，没有入初地啊之前的三贤位，只是随顺如来的圆觉清净自性。 但没有到达究竟的大圆觉的境界，真正的到达佛的境界，要任运自在，啊，才能趋入圆觉自信，那么这两段就是信住、形象，我们再把它贯穿一下，更清楚。一百六十八页，若复有人了达万祸本空啊，这些陈劳啊，太累人了。 分别啊，种种的事项啊，劳力懂得放下，哎，劳力永断得法界的心境啊，那么却着了一个境，即比境界对境起这个著着，啊，呃，我能解啊，够放下，现在去着一个境，这个就变成了。 境界心生爱着，比境的境界，这个啊，为之障碍，就是说，我就讲的是心法以外层呢、啊，啊，所扰无关，所以为之障碍。而这句话通用到一切真修行人，你今天你所有的不满、牢骚、抱怨、不顺。 不是别人给你的，简单讲，你境界不够，自己困扰，过于圆觉，所以在这个大圆觉啊，如来大圆觉，而仍然不自在啊。此名三界内的凡夫见识或未断，哎，随顺着佛陀的觉性啊，只是方向正确。 啊、要修啊啊，到无上的大圆觉还有一段距离。一百六十九页啊，接下来境界更高一点了。啊，讲实住实行实会相，说善男子，一切菩萨能啊知道见解见到啊清净啊，却把它解这个净，变成铸造在这个净。 就变成一种障碍，虽然也断了这个境的执着啊，的障碍，但是呢，又助长另外一个间接，就是说能观智、能断的智慧的一种觉，就是说啊，间接就是能观智之觉。 这个能观智之结一住着，这个智能观智也成为缘结的大缘结的障碍而不自在。这个此名菩萨未入初地以前，只是随顺，啊啊如来的觉性还没有到达，达到究竟的缘结，究竟的缘结要认。 运自在，所以住形象啊，没有办法任运自在，没有办法任运自在，就不能欺入如来究竟大圆觉。如来究竟大圆觉没有任何的能所。反过来一七零善男子有造有觉具名障碍。这句话是圣位？为什么？ 这个跟前面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出地就见到真如，他的心跟佛一样。啊，对全教啊，出地见真如，这跟原教的华严出住啊，以及一切一切之一,级一级不同。这善男子。 啊，只要你执着，有智慧能照所照，能照之智所照之境，有觉也驻造在能观智之觉，有能觉还有所觉，这能觉所觉不断，能照所照不断。说善男子，只要驻造在。 有智慧的能造所造，只要住觉在啊，见觉能觉所觉不断，底下这个四个字就是一切修行人要注意的四个字：具名障碍。所所以这答案就你自自己障碍自己啊。 所以，佛就说：“能救的，我们就；不能救的，我们等待。”最糟糕的清净的佛法，就像佛陀旁边。上个礼拜讲的，在皇宫里面。 就认识佛陀，在佛陀的旁边一辈子，到最后一无所成，为什么？他不听，所以能度的度，不能度的等待。还有一种，就是顽劣不堪的，他不要回谤三宝，已经很好了。 都是自己的观念，法的东西，枪林弹雨，炸大炮都打不进去，那这个叫列为无缘的众生，叫做佛来都没有办法。一七零中间，是故菩萨常觉不住。 照与照者同时即灭，功夫到家就是。所以真的啊，彻悟圆觉自性的圣人，常觉不住，这个就是用无分别字。如佛一般无分别字现前，叫做常觉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而不住，就是。 以无所住的无分别智，时时刻刻现前。戴维斯写讲叫做无间道，就是不会被烦恼所间断，叫做无间断，至无间断。而且佛佛陀就是这种功夫啊，任何的境界起现前，你不可能让他的智慧停顿。 就叫智慧无间道。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。那凡夫不一样，凡夫随随便便，他学佛呃，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随随便便一点小事情啊，鸡毛蒜皮，立刻就间断了他的智慧。 所以圣者称为无间道，不会被烦恼所间断，打不断他的智慧。这个是多么安详的境界，多么了不起的！是故菩萨呀，常觉不住。所以大菩萨用的是常觉不住，以无分别智，时时刻刻现前，叫做无间道。 啊，能造与所造，当体其空，念无住相，同时即灭。同时即灭，同时即灭，就是说，他不会想办法啊去推论佛陀，他不会用猜测的境界啊去理解佛陀，如来。 啊，如来正量解脱的境界，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假设，没有没有办法，他是智慧的直觉，立刻的反应。如果有人说啊，我想办法去了解佛陀，那那这个人就是没见性。 那如果说有的人说：“哎，我用逻辑推论一下，那这个没有见性，个不不能让你碰这个东西。”所以大悟见性叫就就一翻两瞪眼，呜啊他、呃啊、就是呜、呃、啊不啊就是这样子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想尽办法，那个办法就是分别心。 可是凡夫还没有到这种功夫啊！呃、那所以我们的方向要先正确实现嘛，所以一定要先先建立众生的信心嘛，啊，才能往住形象三贤位嘛，到初地以后啊，你看为识贤，初地到实地正十种真如。 都是真如，简单讲，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，无一法不是法界的真如，没有任何含糊的空间，真心本如。所以，虽然说不到佛陀的境界，但他就是见到本来的面目。大悟见性又如此的重要。 所以啊，是故菩萨常觉不住，用无所住，常常觉悟。什么叫常常觉悟？以无分别智啊，时时刻刻现前，不被间断。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？这底下八个字是修行人的标杆：造与造者同时即灭。作为啊，一个在法上。 用功的团体的，这比丘僧团是不会有任何是非的。师父的教化法由佛陀来的，佛师父的法由佛陀那边传过来的。 我们依佛陀所讲的正法，到现在还很多人都还在闹大小圣的问题啊！你要写这个博士论文啊，你就一定要批判一下，表达自己的观观点啊。然后，像像我看到那个把我的相片剪接起来。 然后写着，呃，我的相片呢、哦，上面写“大圣非佛说”，我我什么时候讲“大圣非佛说”啊？我讲这么多大圣经典，你看哈、哦，啊，这这这网络啊，或者是啊、呃，这这些世间呐、啊，他没有这样，好像不太好过日子哦。 我在这里在讲，大圣是佛说，而且是究竟说，这听清楚明白了吗？啊，说，慧律法你根据什么？我根据半世纪五十年对经典的解啊，信心啊，然后实践也有所体悟。 这个不是大圣经典，不是佛陀所讲的，那那还有六祖吗？以前的《能切经》传到中国来，对不对？初祖、二祖、三祖，《能切经》嘛，无法三字性、八识二无我嘛，啊，后来从无祖以后才传这个《金刚经》嘛，要不然六祖怎么成就的呀、啊？ 那中国八大宗派的祖师多么的了不起啊，各个成就非凡哦。那这这大圣非佛说就是魔说的啊，魔说你一个都别想成就，谁敢讲六祖、嗯、没有彻悟啊？谁敢讲六祖体悟的心不是跟佛陀一样啊？啊，这就很好的证明。我就明明讲。 大圣是佛说，他讲的这个义理是真的就近义。嗯，到现在还有人贴着我的相片写“大圣非佛说”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不不玩这个，哎，假象的游戏，不行吗？诸法空无自性，也没有什么大。 跟小这个讲过 n 次了，没有用。所以啊，啊，我们呢，还是一句话：降服自我，以自己的智慧、无上的智慧为重要。换句话说，你。 看看网络，或者是有啊书啊啊报道啊，诸位，你看看听听，参考一下就好。哎、啊，应当听听他本人怎么说，以其啊，譬如有人自断其手。 手以断故，无能断者，则以爱心自灭诸爱，爱以断灭，无灭爱者。这个在比比喻最后的那一念生相啊的无名，比喻最后的。譬如有人自断其手，这意思就是说。 我们到等结位的时候，把这个身相的无名彻底断除，手已断故，手已断故，那么他他的命结束了，就是无名的作者像结束了。那无、哦、能断者，自己命都结束了，那还那个谁能够断他的命？是不是？当然没有能断者。呃，则以爱心，最后那个爱，对不对？ 一点点、一丝丝的啊，极微细的无名，啊，则以爱心呢、啊，致命诸爱。一切爱都是来自于无名，一切无名，生住意灭的无名，都生向无名，住向无名，意向无名，灭向无名，都来自于三细六出。啊，《大圣起心论》讲的三细六出配合着。 身相无名，身著意灭是相的无名，下期讲的。所以身相无名，它是最维系的啊，智灭诸爱，简单讲，一切的障碍来自一颗无名的心，没智慧就不听经，也不文化。 所以，如果你是上根器、大菩萨来的，我已经讲过，那个不算。像六祖这样一文千物的，这个不再此现。但一开始啊，你亲近的那个师父就叫你不准看经典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贤圣所一直重复强调的。一开始。 就把经典拿掉，瞎了多少智慧之眼，断了多少众生的法身慧命。那有的人讲，啊，那我一心念佛，我年岁大了，那我一心念佛，那我没意见。 法也绝对不是老菩萨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。他说：“啊，老菩萨说，哦，法师，我我没有那种学务，没有那种时间啊，那我也好、啊、那你这样子，我也支持你一心念佛，赶快求生净土。但是学佛的人不一定都是准备要死亡的呀，啊，如果是十几岁、二十岁。” 都是年轻的孩子，还是大学生、研究所，都是博士。三藏通通盖起来，通通念一句佛号。我请问你，佛教接下来如何？你自己想象就知道了。念佛不是不对，经教不通，心性不明，那整个佛教剩下那么阿弥陀佛？阿弥陀佛是对。 但问题是我们把法讲偏了。那释迦摩尼佛忙了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一会，啊，佛陀在忙什么呢？说啊，我佛陀所以说法无有法可说，这是你今今天以凡难胜可以讲的话吗？这是何等的境界？ 佛陀说四十九年没说过一个字，这是何等的境界啊！这正量解脱了悟空无自性的没有能所的境界啊！凡夫可以讲这样吗？你你要为了救整个佛教啊的法身慧命，解如木，行如竹啊！这谁要喝丹如来的家业啊？ 这是大家的呀、啊，佛教不是我一个人会立法师的、啊。我今天懂得一点皮毛，分享这个法的喜悦，这是历史上的一种本来的一个传承脉络，就是如此啊。所以啊，啊，爱以断灭，无灭爱者，这个、啊、爱。 已经断灭了，就是没有能说，就没有那个灭障碍的。有能说，他有障碍，啊、嗯。好，整句的意思是说，比如有人，这比喻啊，前面那一句话“造与造者同时即灭”，是接这句话来的。照照“造与造造者同时即灭”，就是接这句话来的。那么。 接接下去，譬如有人自断其手，把头自己都砍断了，手已断故，这头都砍断了，他还能指挥拿刀吗？不行啊，无能断者，没有能断者，则以爱心最后那一点点无名，以爱心怎么样？最后解决自己的手指相，自灭诸爱。 一切障碍来自身，相无名，由细变中，中变粗的无名。所以是爱已断灭。无、哦、灭爱者，就是照与照者同时即灭。一百七十一页，最后啊，经文，修多了教如标月子。 若复见月，了之所标，毕竟非夜。所有的经典修多罗就是经典，所有的语言文字记载的经典，哦，简单讲，所有的语言文字啊啊记载的文字之教典，它只是在指示出你修行的方向。 每一个人的真心本如如佛一般的大圆觉，所以如标月直，就像啊标出那个方向，指出正月标月这个月啊，月值的你写两个字更清楚，正月之值，呃，就是方向啊，反过来就是子月了，就是这指出方向。 啊，指出真月的方向，就是指出真如的方向，让你正知正见正法不会走错路。修多罗所有的经典语言文字的教导，都是标出方向正确的方向，正知正见正确的方向，标出啊，真正的真如就是真正的月啊，所以我们的手指。 方向要正确，但指示方向要正确。诸位啊，啊，就像法师在讲经说法，讲如标月子啊。法师为什么不能随便上台录音、录影乃至播放出去？万一那个法师讲错了怎么办？ 会误导了多少众生的方向？误导了多少众生的真月？若复见月，如果你已经要见到真如本心，如果你已经见到了真正的月亮了，意思就是你已经证悟如来的真如本觉了。 那么你就能够了解了之所标啊，你就知道了之语言文字啊，就是你那只所标的方向，语言文字标出的真心本如毕竟非也，那只是语言文字而已，毕竟不是真正的月亮，真正的月亮就是心本源本净本觉，所有的经典。 都是一言文字方便标出修行正知正见正法的方向。当你大悟见性，如同佛陀一般正悟了放下能所造与造者同时即灭，没有能断的烦恼无明，没有所断的烦恼无明，那么经典就说到效果。 所以整段的意思，把它贯穿啊，是佛陀所讲的经典，所有的经典语言文字，如标出真正的月亮的指头。如果你看到了真正的那个月亮，就是你已经证悟如来的真如本觉了，已经知道了证悟了了之所标的指头啊，你就知道啊。 那么你用手指，那只是方向，叫你看方向啊。那了之所标的指头，了之三藏十二部经典语言文字，都是标出真义方便而已。毕竟飞月，它不是真正的月亮。我们了解啊，正量解脱的如来，不在语言，不在文字里面。 这就我们很清楚的，啊，大圣是佛说，究竟即灭；小圣证得偏空，也是即灭啊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啊，大部的经典啊，在一个角度叫做解空第一啊，是不是？ 哎、啊，那华严经就是要把空变成动态的活用，所以大般若经六百卷大般若经讲一切皆空，可以方便说这是一种静态的。哎、啊，华严的法界缘起就是动态的大般若。 我不是说华严啊比大般若经好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大般若经空是诸佛之母啊。那么我们把经典融会贯通，缘起就是性空，性空就是缘起，万法不离心性，用这个来融通。那么，所以华严经。 就把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移动到这个动态活跃的法界园区，让这个大波若更加的闪耀，更加的发光。简单讲，所有的园区全部是大波若，所有的大波若全部都是。 缘起，什么是法身？无相，以缘起为相，处处见法身。何处不是空？空就是法身。用智慧照见一切法皆空，空就是大般若。可以化缘起吗？不行，那就是法界缘起。那所以穷尽缘起，就是性起。 真如自信，而且那方便说用分析的，我们说啊，它是全教；用执政的啊，没有任何的啊，直接直接切入叫做顿悟。普渡在法界没有修习的普渡众生，就叫做圆觉。 站在站在缘起的叫做圆满的觉悟，不度众生不叫做圆满啊啊，叫做圆满的觉悟叫做圆觉。站在性空来讲，叫做第一义谛，第一谛就是圆觉，圆觉就是第一义谛。这不是两种东西，只是在讲经说法当中，你必须要啊两个角度。 来看，啊，这样子再融会贯通，所以哪一个人讲敢说？大圣会佛说好，诸位一百七十五页。 善男子，一切障碍，一切障碍即就近绝。好，我再解释一下啊。来来来，坐下等一下啊。来，修多罗教如标夜直，若复见叶了之所标，毕竟非叶。翻过来一百七十二页。 啊，一百七十二页，一切如来种种言说开示菩萨亦复如是啊，也是这个意思。那、啊、这句就简单了啊，就是能所双亡了，哎，那么绝诸对待了，唯一极灭了，此名菩萨已入地者。这个就是这个名菩萨啊，已经入。 入地是什么什么意思啊？就入于真如本心之出地啊，入地就是入于真如本心的出地境界。有地一切才能够生长啊，有地百花齐放，有地所有动植物才能生存，见着。 见了如来的真如本心，所有的十方诸佛都以此为地，所以此时明菩萨已入地者，已入真如本心的出地随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。这个、要强调一下，到入地啊，叫见到真如本心，这个才真正的随顺大圆觉性。 才能啊，接下去大开圆界，你才能入于究竟如来极灭的大海。所以答案很简单啊，如果想要入于如来的大极灭，没有见性，就永远不可能。你见不到大圆觉的心性。 所以你必须用不生不灭、不来不去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真如本心为所修因，啊，最再讲更贴切的，你在生活园区里面，食衣住行、行住坐卧、坐卧，只要你沾染到一点点能所，都不能成佛。 那有的人讲说，哦，那这样没希望了，不，法一定要讲到究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你还没有见性啊，就禅宗讲的，努力努力，哎，再努力努力。好了，今天如果你来听这个圆觉经，哎，心情好很多哦，知道哦，放下，静。 哎，放下这个外境，放下清净的念头，放下智慧的念头，放下觉悟的念头，放下能造所造的念头，放下能解所结的念头。哦，纵然我们还没有到达如来的境界，这个是给真心想要究竟啊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啊，这些发大菩提心的人一个标杆、指标、一个方向。 就算你没有达到如来的境界，往后的日子你也会不一样。你不再扭曲人生，所有的啊不满、牢骚、抱怨，你会渐渐的平息，因为那是你个人的因缘、福报还有智慧的综合。 生命是什么？生命就是一种时空。那为什么会受到时空？因为着相，相就把法界的无量的真心框住了。凿一石头，你你的心就是就一直驻着在那个石头，啊，凿一,一棵树，你的心就就在那一棵树，凿一一个啊道场，你就一直驻着在这样一个范围。 法界真如是佛陀的道场，佛陀的道场是无所不在，净息空界法界无所不在，都是佛陀的道道场。答案：佛陀没有住址，佛陀不住在哪里？为什么来自无住处，回归无住处？ 好了，一百七十五页，这是讲到缘结晶，整个缘结晶的重点还有核心，就是一百七十五页的一段。善男子，一切障碍及究竟觉，得念思念无非解脱，惩法破法，皆名涅盘，智慧。 于此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，同是菩提无名真如无意境界，诸界定会及淫怒痴俱是犯恨，众生过度同一法性，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啊。 有性无性啊，其成佛道，一切烦恼毕竟解脱。诸位，整部《圆觉经》所有重点的核心中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这一段。为什么这一段如此的重要？这一段是佛陀的境界。 这一段是佛陀的境界，我们释众弟子、出家在家，我们都以佛陀为模范。佛陀为模范，啊，佛陀走了，但是我们从可以法切入他的核心，佛陀留下来的法，就是我们的典范。 佛是我们的典范、模范生。佛陀讲出来的话，我们得好好的体会、理解、正悟。善男子，啊，当我们如佛正量解脱大圆觉的时候，如佛一般，这个时候。 彻悟诸法空无自性，一切障碍即以究竟绝。第一句话是种，简单讲，佛陀的境界，所有的障碍，他立刻见到，一切的障碍都空无自性，就在当下就完全究竟解脱，不离当下。 回归当下，正一切法，障碍空谷自现，即就在当下，就就近觉悟，没有第二秒钟，全在一念之间，决绝，无量劫就在这一念，所以佛法就是这样，懂佛法一念间。 不懂佛法，百千万劫这一念，你可可得好好的珍惜。那如何珍惜这一念呢？听经文化培养再培养。诸位不要接近嗔怒之人，那可、个、能给你的频率、你的法界，你还没有功夫的话。 你会被影响的。你要接近温和，如佛一般慈悲的圣人。当你究竟如佛一般的解脱，那接触什么人都一样。极度邪知邪见的也空，大恶劣的大流氓也是空。 再大的嗔怒心的，这些拙劣的人来到佛前，释迦牟尼佛这种功夫大圆觉的，等如虚空。这是佛的境界。所以说，一切障碍就就近觉悟，当下就就近觉悟，得念思念，无非解脱。 德，我们说有念就失去智慧之念；思念就是无念，一般称为智慧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这个关键点，得念是四心分别，思念是智慧的存在。不管是对佛陀来讲。 不管是四心分别，不管是存在的智慧的思念，思念就是无念，智慧之念，无非解脱，叫做是智一如，是不可得，智不可得，是空无自性，智空无自性，是智一如。 就是佛陀的解脱的功夫，啊，得念失念，接下来啊，得念失念的无非解脱。好，这个啊，得念失念标号一，惩法破法标号二，惩法啊。 见到众缘和合的法，诸位记得，人生啊，大起大落，缘起缘灭。众生因为在缘起的时候，就知足感、满足感；众生在面对缘散的时候，比如说死亡啊、重病啊，就会伤心啊、难过啊、掉眼泪。那意思就是说我做凡夫啊。 对于缘起众缘和合的成就法和缘善的破坏的这个法，都妄执、虚妄的执着，它是真的。在佛的角度，通通皆明涅槃，通通不生也不灭。换句话说，佛陀不会被缘起的幸福感、执着感。 而裹足不前，也不会被言善的破坏法啊、呃、伤心难过，到忘了自己的职责。佛陀不因为众言和合的惩罚，也不因为众言离散的破法而影响他的缘觉。 在佛的究竟心境里面，都本不生，本不灭，皆名涅盘。标号二啊、哦，接下来标号三，智慧愚痴通为般若啊。智慧他懂得解这个如来的大法啊啊，愚、啊、痴那就是分别啊，分别智慧不够，叫做愚痴。 无论啊，智慧啊，愚痴通为般若。诸位站在清净自信的角度来讲啊，佛陀当然充满的清净智慧啊，众生呢，充满的分别心、愚痴。 可是，在佛的角度，不会对这个鱼痴的众心众生呢起嗔恨心、报护心。佛陀是啊，叫人家啊、呃，你看报恩、报父母恩，有的念世中恩、世崇恩，对不对？佛陀不是有报、有仇必报的人。 佛陀的心境是有恩必报，你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一个起点，脚踩在这个起点上是能成佛，要不然就会下山土的一个起点。我们要用有恩必报智慧之心，啊，佛陀当然也同情。 众生呢的分别四心啊，对法上还没有办法。嗯、你看那个电视上都不说打打杀杀吗？是不是？电视上你看那个武侠，恩怨情仇，就差不多做这样子啊，别有生机呀、啊。 别有心机呀、啊！什么叫别有生机？生就是萌，出发那个萌念啊，第一念报仇，就别有心机。那个人表面对你很好，但是心怀不轨。 时时刻刻都对你不利，那于现实，他又不得不扮演笑笑面虎，而众生还觉得自己智慧高人一等。佛陀呀，看到这样子啊，啊，就说欺骗自己的人呢、啊，叫做愚痴。所以啊，这个智慧愚痴啊。 通为般若，在佛的角度，无论是自觉甚至的般若啊，乃至于看到一切的众生佛陀，都是灵敏心、同情心啊，他的智慧就是到这个地方没办法了。今生今世啊，师傅，上一堂课已经讲过，只要你超过五十。 对哦，不是没有可能的，很难把你上半辈子培养的习惯、坏的习惯、业力、贪嗔痴的业力，要彻底洗心革面的改除，很难。你剩下的两种角度：一，等待业力的审判；二。 等待阎罗王的审判，那当然就是方便说了。依照《楞严经》啊，《地藏经》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我凡夫俗子看不懂，啊，说不定你是菩萨视线的，所以不敢批评，只有尊重你。你的因果自己负责，我不敢诽谤你，也不敢批评你。 我不是因果的执行者，因果的执法者，我不够资格。但业力审判，那你有罪，那就很麻烦。而到阎罗王那边，哎，审判你有罪呀，有造出生死境，哎，《楞严经》讲的，那麻烦了。所以啊。 在我们还没有断气以前，最好内心里面要懂得忏悔，自己要赶快救自己。忏悔对你有好处，有惭有愧是大丈夫，有惭有愧即是菩提。忏悔是很清净的。 行为举止有惭愧心的，是圣洁的心灵。这《华严经》讲的，为什么有惭有愧即是菩提？所以上半辈子，一次，哎，快一点，快马加鞭。哎，说哦，五十岁了。 如果你下定决心，还来得及。我是说，很难改，不是没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成功是属于有准备的人。听到了佛法，上辈上半辈子浑浑噩噩的过一生，现在听到了佛法，纯洁的心灵，纯正啊的的的这个。 身心有惭有愧，懂得忏悔，值得赞叹。执迷一过是罪，但求悔过是功。错不承认，死还是顽劣。 连佛陀都要摇头的，莫可奈何。智慧愚痴，在佛来讲，通为般若。第四个角度，菩萨外道所成就法。菩萨是正道，外道是吧？那么就是外道，就是邪道了啊，不正啊。 所成就法，什么叫所成就法？也就是佛陀的究竟终极啊，就是空性、空无自性、平等同是菩提，你就知道佛陀那种无分别心。行于世间，佛陀会看不起哪一个人呐、啊？佛陀会对哪一个人起嗔怒之心呐、啊？ 如果以嗔怒之心来做标杆，那个人嗔怒之心重，就是离佛非常非常的遥远。无名真如无意境界，无名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，就是妄啊。真如就是真心本如啊，在佛的角度。 没有任何不同的境界，所以叫做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的标号无无名啊迷的妄执妄分别，悟的真心本如啊就佛来讲没有不同的境界，为什么有不同境界就是对立了，就是二元呢？标号六。 诸界定会及淫怒痴，界定会就是犯恨呐、啊，淫怒痴就是染污了、啊。佛陀，诸位，除了自己界定会圆满、洁净到极点以外，最重要地下那个及淫怒会俱是犯恨。 迎路会是众生，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，乃至不持戒染污的戒恨，乃至没有修行，在佛陀的角度绝不动摇。俱是犯恨，为什么俱是犯恨？犯恨就是清净心彻悟空无自性，叫做犯恨。 不是用身、口、意简简单单,单的说哦，那个人持戒清净，叫做犯恨，不，没有开如来大波的智慧，不能彻悟诸法空无自性，不能称为犯恨。诸位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有一品叫做净恨品，那是实性位里面的行。 十信位里面分信解行政，接下来十住后面，范恨平。这范恨平什么？就讲诸法空无自性。整品都在强调诸法空无自性。如果你持戒是摄持持戒耶，受持戒耶，想。 行是持戒，你说你持戒清净是射手想行事在哪里持持戒清净啊？那问问你哦。你说我修六度，于何处是不施耶？不施空无自信耶？是持戒耶？不是持戒人入精进禅定。好，如果你说你修四谛苦集灭道。 是苦是清净哦？急是清净啊。灭是清净啊，道是清净啊。如果有个灭，就能灭所灭啊！啊道的话，有一个清净道，还有染污道、啊，此能所不断，能说犯恨、哦。好了，整个这一品全部都在讲犯恨品，全部都在讲。 诸法空无自性，所以要到佛的大圆觉，不看表面的深口意，不叫做真正的犯恨，叫做真正的清净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了，哎，这个是学界的道场，哎，不错。 我们我也赞叹随喜半夜半夜诵戒呀，哎，然后结下安居呀、啊，啊，哎，这个比丘像个比丘，比丘尼像个比丘尼，出家像个出家这个样子啊，因为他的心灵世界，除了你跟他相处，要不然没办法去好好的去体会他啊，在末法这个时时代。 也算不错的道场，不错的比丘、比丘尼，愿意遵守这个基本盘，哎，不错。菩萨外道说成就法，啊，都是菩提无名真如，没有任何的意境界，戒定慧、赢如痴，都是犯恨。你可知道佛陀的境界到什么程度？ 众生国度同一法性，众生呢、啊，啊，就是正报；国土呢，就是异报。为什报报为什么众生正报空无自性，国土异报空无自性？为么同一空性，难道不是平等不二吗？学佛就真正的懂得心灵环保，懂得爱护这个地球啊！诸位啊，那我们现在。 要重视环保，但是有谁重视心灵的环保呢？那么心灵的环保做不好，如何做这个外面的环保呢？我们呢要做两种环保：环境的环保啊，心灵的环保。所以，真正的佛弟子不会啊去破坏这个大环境。 所以众生的过度啊，同于空性法性，标号七啊。